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说哈，某公司每天呢晚上哦，必须派保全人员留守。右表哦，就是这个表哈，是甲乙丙丁戊五位呢这个保全人员留守值班表。该公司排班的规则如下，哦，就是甲乙丙丁戊哈，按照这样的顺序这样一直排一直排。好，那他说哈，第二个。五人排完以后，在原来次序排班，也就排完了甲乙丙丁戊嘛，排完以后再从甲乙丙丁戊这样一直排，这样排过来。好，那他请问哈，丙先生啊，丙先生在下列周次中哪一周哈必须留守两次？那丙先生要留守两次的话哈，他必须什么呢？因为哈，他只有五个人。他现在有七天嘛，那你在同一个礼拜的话，留守两次的话，一定什么呢？一定是在这里，丙，好，星期一是丙，然后再呢，经过五天以后，经过五天的话哈，再的话呢，就是说就是丙丁戊嘛，甲乙丙，星期六，再经过五天以后。哎，不对，这不是甲，这是丙。我再经过五天以后还是丙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他一个礼拜的话就什么呢？就留守两天了，或者什么呢？或者是那他在呢礼拜二、礼拜日留守，哦，礼拜二丙，礼拜日呢留守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说哈。他这个什么时候哈，他会什么呢？他会在这个就是会在什么？这个丙哈会出现在礼拜一或者是礼拜二。我们来看看他出现在礼拜一的情况。哦，这一看的话呢，第二个星期是第一个星期，第二个星期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哈，他整个表的话哈，有多少周？会是一个周期，也就是说，经过呢第几周以后，哦，三、四、五，经过第五周以后的话，哈，这个会是戊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什么呢？没有，这里是戊，啊，第五周这里是戊了，啊，就是说哈，甲嘛。哦，再来是丙，哦，第二周的礼拜一是丙，再来呢，第三周的礼拜一是周三，甲丙戊，哦，甲丙戊了，丙丁嘛哈，戊嘛哈，啊，再来多少呢？再来应该是乙啊，哦，应该是乙，再来是乙啊，再来是乙，啊，乙以后的话再来多少呢？再来是那个。少什么呢？甲乙丙，再是丁呐，啊，哦，丁啊，到这里会是戊了，哦，丁戊嘛哈，然后在这里是戊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等于是一个周期了哈，哦。那这个刚好什么呢？刚好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，因为我们晓得哈，哦，他只有五个人嘛，五个人啊，一个星期的话哈，他有多少？一个星期有七天嘛。等于是五，哦，五个人，啊，跟什么呢？跟一个星期有七天，这个取它的最小公倍数，取它最小公倍数总共有几天呢？总共是五七三十五了，三十五天以后会再重复一次，哦，三十五天的话就是七五三十五，哦，这样刚好是三十五天，啊，再接下来的话再重复了。从第一个的话，这个就从甲开始了，从等于是从这个一样这样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哦，这个丙的话，再来就是甲丙，哦，这甲丙戊乙丁，甲丙戊乙丁啊，也就是说哈，哦，它这个出现的那个周次啊哈，出现周次的话，丙哈，哦，是在星期一的那个周次是第二周，啊，跟什么呢？再加呢？五周了，第二周啊，这个是等于呢，
第二周再来是第七周了，第七周，那以此类推，也就是说那个丙出现在礼拜一的那一周是第几周呢？是第五 K 加二，第五 K 加二周礼拜一出现的丙，礼拜一出现丙的话，同时礼拜六也会出现丙。那那一周的话，丙先生就会有两次来值班。好啊，出现在什么呢？出现在礼拜二的是什么？是乙、丁，再来是甲。在戊，再来是甲，在乙，再来是丙，丁再来是戊嘛。甲的话，再来的话，再来是乙这样子，就出现在这里了。出现在这是四嘛，再来加什么呢？加五个星期，会一直重复这样子，所以的话呢是四加多少？是五 K 就是丙出现在礼拜二的那一星期，是呢第四个星期，或者是四加五第九个星期，以此类推，五 K 加什么？加四。也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一个礼拜会出现两次，是出现在礼拜一跟礼拜六。第二种情况呢是出现在什么？礼拜二跟礼拜日两天。礼拜二跟礼拜日。礼拜二跟礼拜日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。他说下列的周数哪一周必须留守两次的？我们看 A 选项。A 选项他说第38周了，那38我给他除以5，就5乘以多少？5735加多少？加3，这是第三周了，或者是第三周加上5倍的那个加上5倍的周次了，所以这个是在哪里呢？第三周就这个了，那这个的话呢是戊出现在什么呢？在礼拜一的，所以这个不是的，这个的话呢，甲乙丙，这个只出现一次，戊的话会出现两次，丙的话只出现一次，所以这是不对的，不满足这个条件。再来看呢 B 选项，第三十九周的话是5乘以多少？5735。加四，是这种情况的，这个它会出现两次，而且出现在什么？出现在礼拜二跟礼拜日，礼拜二跟礼拜日，所以呢这个是对的 ，B 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 C 选项 ，C 选项是第四十周，第四十周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就是五乘以五八四十加零，也就是说呢。像这种的话，丙只出现一次。好，我看不对，整除的话应该什么？应该是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第四十周嘛，叫五十、十五、二十，一直算到第四十周，所以是在这一行。我刚讲错了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个的话，它丙呢只是一次，这个的话丁戊嘛，它是甲乙丙丁戊它是甲乙丙丁戊了，丁戊了，这样子，所以丙的话只出现一次，戊的话能够出现两次。所以这不对。再我们看呢 ，D 的话41这是五乘以八加一啊，是这种排班的方式。第41周是这种排班的方式，那丙的话只出现一次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B， 我应该要选 B 啊。